洗出来啊。好。快出来吧。没脸出来。啥？你们炸弹还要面子啊？是阿丹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金牌陪练。是银牌。和我偶像一样，千年老二。帮了三次倒忙，我以为你会埋怨我。那不是还有一次正忙吗？让我绝处逢生，重燃斗志。话虽这么说，没骗你，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了，我很满意。你可真二。其实我知道他有多想赢，本想帮他打场翻身仗，却发挥失常了。之前测验咱班高分不多啊，老师每次这么说准保没我，但是呢有几个同学考得不错，学神肯定满分。唐宋满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张伟145。陈菲菲141。另外还有一个同学这次进步非常大，分享梅。分享梅135。最后还有一位同学依旧保持了非常稳定的发挥。你是如啊？33。好了，都好好看自己创长了啊，讲了多少遍怎么就是记不住呢？侥幸罢了，我那天迟到了才让他抢了风头。炸弹，炸弹，大事不妙。怎么了？我这老腰差点摔折了。孙老师发朋友圈了。哎呀，多好呀，引爆家长圈。看，我爸妈看到就废了。吃不了兜着走啊？嗯。还有余地吗？他俩都是工作狂，晚上9点下班到家，才看一眼朋友圈。现在5点。
干嘛呀？这怎么回事？咋了？燕，亚军，你还笑？我看看。宝贝，又打球啦！妈，你都看到了，你闺女还成吧？宝刀未老。别扯没用的，球拍哪来的？哦，我原来的教练是现在体育老师的表哥。你也知道我的球拍是他送的，这回学校比赛是他赞助的，他认出了我又特意弄的。撒谎要编这么长。人类太不容易了，打完了收收心吧啊！哦，妈，我这次数学比赛得了135，老师还表扬呢。好的，宝贝儿，继续加油。啊。这次考试重点表扬孙小梅，考得不错，有进步，继续加油。自从买了手链，好像真的转运了。本月度的标兵评比已经结束了，孙小梅上榜。就这样，自从我在赛场上一鸣惊人，便乘此东风，纵享开挂般的丝滑人生。